继续开会啊！啊，换那个蔡昌达副议长啊，请换。台湾主席，咱的科技长，以及咱市长哦，咱各局处，咱家的局处长哦，啊，今仔日也是哦，第一道伫咱议会总结巡。我等下请教市长哦。有关张新颖大法师，拄啊有一件公开讲要甲阿扁啊讲意思，呼吁马总统会当甲软禁，也是特赦，这个议题吼，你嘛爱大约话爱出来澄清讲一下，你先讲，来，市长，来，请到了，好，多谢议长。啊，谢谢，副议长哈，我看到昨天，新颖大师，代表我想至少站在佛光山，新颖大师是全世界非常有名，在佛教界声望各方面都是一个领袖的地位，他昨天公开呼吁，对于陈水扁前总统。是不是能够改善目前的他在监狱中的处遇，能够给予至少像过去威权戒严的时代，那个时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待政治上不同意见的人。那我想包括他提到软禁的方式，那第一个，我个人是认为陈水扁总统医疗的人权跟健康，我会觉得这个是没有色彩，不分党派，包括每个监狱在监狱的任何人，他的医疗人权都应该受到充分的保障跟尊重。但是我想今天新颖大师他是一个宗教家，我们尊重宗教家他个别的政治立场，我认为我们这个都尊重，但是以他一个宗教界慈悲，包括更多的深度跟高度，呼吁，今天马英九总统对于台湾社会的和谐，能够对于陈水扁总统现阶段在监狱里面，他的医疗、人权、健康等等，在这个部分公开的呼吁，我认为对于新颖大师这样的一个胸怀，包括重视台湾社会长期难力的对决，他认为应该以马英九总统，他应该要有更大的气度，能够让我们台湾社会更和谐啊！如果他对陈水扁总统的关心，我想我表示感谢，谢谢。好，谢谢哈，陈市长的答复哦，像咱心灵大法师，这有高度的人，伫国际哦也真有名望的人，所以敢呼吁这个马总统讲会当甲软禁，也是特赦，这嘛是马总统嘛爱有这个高度啦。啊，甲议长报告，阮甲迄个康义成、康义言共同时间啊，各有一件吼，家己顶报告一下。咱的董执行啊吼，后次会啊开始嘛。有关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局处的处长吼，这因拢无拜托咱啊。这属于讲市长也无拜托咱啊，即个局处长也无拜托咱。啊，咱怎收了这公文吼？是讲我见因绝对袂当请假，这咱认同。议长的看法啦，但是咱嘛是爱讲吼，咱这个议员要用请假的，到伊的执行的时间要用请假，那是议员的想法啦。我请议长会当答复一下。副议长，你咧讲这个问题，我都安尼甲整理。请假单。到教的局处请假，这是什么议会啊？
讲即阵的时间，到会到到局局处长请假，这什么意味？这种情形吼、哦，就是毕生市府不应该安尼做，这毕生无尊重咱的议会。哎，议长你慢慢生气啊！我无生气，我是讲好听。副议长我讲，这人是互相的。对，恁市政府恁要创啥，恁进程会当安排。总即阵的时间，较一个二十日，凡事无甲安来车去，二头二十日。那个你无即阵的，无甲二十日。安尼恁啥物代志，恁进程去安排。啊，总即阵的时间表，咱量早着，咱量早着给因啊嘛。咱毋是讲无给因啊，是毋是？啊，我讲副议长，你要提出这种问题，我即摆甲问讲，往后恁这局处长。要请假拢免找我，拢甲恁请假遐议员叫恁遐议员靠我，安尼煞无理。对啊，对啊。恁要恁甲今仔三个，你甲三个拢请假好啊。你叫是三个拢靠我。啊，局长。安尼我无理。这有影。我恁上来给我请假，我绝对无准。是啊，是啊，是啊。三十个局处，九个请假。啊，这议会是成什么议会啊？好。哦好，局长，安尼总主啊，我讲啥？往后恁上总即阵的时间，按部门即阵的时间，你若三议员，你甲三议员请假，你拢免给我请假。三议员靠我，我靠准算。恁上给我请，我都无准。哦，好，来，咱来讲这个哦，市政总执行哦，咱哦，第一页。有关吼、哦，咱劳工的问题吼、哦，即咱市长啊，较早做劳委会主委吼、哦，啊，咱高雄市吼、哦、是咱工业的重镇，所以即个公安啊吼，石化业后硬炼油厂拢总有47，顶顶拢总47个，但是火灾环爆外泄风险吼、哦，即拢爱做加。林公安的一种落去，搁制造业，包括中钢啊，吼、哦，啊，咱的业联，吼、哦，制造厂，这拢是高楼啦，吼、哦，包括咱的船舶业，吼、哦，122处的码头，10处的渔港，搁咱的营造业，吼、哦，营造工业，吼、哦。希望吼、哦，咱劳工局，咱的局长吼、哦，会当讲吼，重返咱较早的社运啦吼，适应林公安的这个荣耀，劳安林检出，这咱劳工局简单报告一下，看做得到未？来，请等我嘞。好，那谢议长啊，谢郑副议长啊，刚刚特别提到啊，劳安的零检出，我想从市长在96年就任以来，我们整个的公安的事故是降幅了63%哈。那相对的啊，也在市长的任内，他认为说劳工一定要有一个安全工作的环境场所，所以他把劳检所啊改为提升为劳检处，相对的人力也扩编，最主要就是刚刚。啊，我所讲的，所提到的，但起码我讲咱卫生安全拢属于咱劳工局这边的部分啦，所以这人力的部分吼、哦，爱非常的庞大，吼、哦，起码我讲咱劳工局对卫生安全拢属于咱对安检的嘛。对，跟议员做说明了、哦，所以市长特别重视，所以把我们劳检处啊重新扩编人力到现在的啊100个人。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劳工有一个安全工作的环境场所。反正哦，这劳检的哦，唔好一国两制，我之前讲过啊，唔好一国两制哦，连咪南区的个检，哦南检所个检，跟劳工局个检，安尼拢无一体，吼、哦，好，请坐。关系合并了一年外，结果哦。咱县的高雄县是活动中心，啊，咱高雄市是里活动中心嘛，里活动中心。所以吼、哦，咱的社区的活动中心完全都无合法化，
完全都没有合法化。啊，这吼、哦、是咱民政局甲咱社会局这个问题。我想讲吼、哦，迄、那个陈副市长、陈启副市长哦，你来解释这点，你来解释一下，看要安怎合法化。咱的社区哦，拢无合法化，县的高雄县全部拢无，你解释一下。市长等会。副市长等。副市长。啊，多谢议长吼，啊，多谢蔡副议长。啊，无唔对吼，咧县市合并进程吼，原来高雄市的部分啦吼，大部分因的活动中心吼，拢是立活动中心啦。但是咧，原来高雄县的部分吼，迄当时县的制度。大部分差不多九成以上，我记咱要来改社区的活动中心。这是顶管，这是庙啊，下骹是活动中心嘛，哈。哦，这顶管是庙哦，这就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嘛。啊，要安怎？以后要哪改有方法？我记，咱会当想讲吼，跨局处会当逐年编列吼、哦嗯、每一个活动中心逐年呐、啊，不是讲叫你一时一刻。就有法多通个讲做足些理活动中心嘛，会当有合法化的，咱就尽量合法化；未当有合法化的，咱就逐年编列来做理活动中心。像这种的，你也看足些啦，我无叫伊足些去嘛吼，足些毕竟这个吼，后干迄落庙做伙，有那足些啊，你嘛所知影吼，啊，请坐。各有一件吼、哦，就是有关阮大寮吼、哦，大寮区吼、哦，诶公园啊，我嘛要请教市长吼、哦，咱诶公园吼、哦，唔好做，因为吼、哦、大寮区诶密集度、人口密集度无够，部落多啊，所以爱变成吼、哦、推动一里一公园，一里一公园就是讲哦，啊都。超过两三分地啊，安尼来做一个小型的儿童公园也好，小型公园也好，安尼吼比较吼、哦，大家都受益得到。你也甲开辟吼、哦、五六公顷的吼、哦，你总想用未必讲哦，潮州寮迄边要来中心遮，咱袂去遐公园遐散步啦。所以吼、哦，足济你拢无小型的公园啦。我嘛要建议这点，咱市长吼、哦，得逐年呐，逐年编列，唔是讲哦一道要做遐济，逐年编列看哦该做的咱甲做，请市长吼、哦、答复一下。市长等。多谢议长，啊，多谢蔡副议长，你对咱大寮的关心吼、哦，我一直有真深切的感觉啊，林恒大寮。啊，任务这可能拢是蔡副议长的选区，但是 这几个这三个选区都是对工业的问题，包括有工业区，包括有九化园区、石化园区、林业任务，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吼，规个这个地区吼，会使讲绿化不够，绿化不够啊，环境的空间啊，我嘛感觉真无满意。啊，即个县市合并一单话，啊，差不多咱高雄市政府对林恒石化园区、仁武甲大寮大化工业区等等，啊，我感觉这个部分啊，我会要求咱的永工处啊，包括甲咱地政事务所，讲遐甲单位置可能公园的用地，我会都是计划看遐偌济公园用地。伫阿未以前，我至少甲迄、那个。公有的土地上尽量改简单的绿化和环境空间较正面，无你会感觉讲咱即摆林恒大寮，哦，规个拢要做好。去哦，市长拄仔去，拄仔画图拄仔一件十号公园，就是，迄嘛是属于足久的征收的土地啊。结果较近、你也看，较开始要开辟，但是。它的休闲空间会大，它是硬体设备做得到，这是没问题。啊，你若讲规个拢公园绿地，你爱必须加分散你啦，分散。好，请坐。好，请坐。
这是都发局吼，都发局意思讲咱大寮的主机厂，向西这边是西侧，西侧吼，拢总农业区有56公顷啊，即马有变更哦。今有变更住宅区35.6公顷，商业区14.14公顷，道路用地哦3.3公顷，包括这个这边大范围啦哈、哦，这范围住宅区还有3.2公顷，道路用地还有0.1公顷。来，那个都发局哦，先解释一下。都发局解释一下，哦、嘿。咱大寮有大寮机场，但是大寮机场边啊拢是农地吼。其实这应该是要有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捷运场站做都市计划。当时要做都市计划。啊，这个主计的部分啊，哈，主要计划，主要计划现在已经内政部差不多要审查吼，已经在审查了吼。大约多久会来？大约多久？多久？这开发的所在，这在临近红山嘛。是大寮主机场在这嘛。是不是这片嘛？对不对？机场跟凤林路中啊，这片啦。哦，这片啦，差60公顷。哦，啊，结果，嘿，是啊。一阵就卫管的各种管的时阵，就开始要做一种区段征收啦，哦，区段征收嘛，哦。结果嘛是上一台政部已经上呀，多久？大约多久？台政部了，咱合并了的跟上去啊，今嘛小组新站嘛，一站嘛啦，嘛一站嘛，嘿。啊，即马就是一寡资料爱报起来啦，就是讲第一，食较贵，较低啦，食过去留下的饮料，哎呀，饮水掉。所以咱来评估这物件，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有关。那个区段征收的嘛，区段征收的嘛，问题。啊，第二就是讲，这个过来做几项，就是咱的区段征收的可行性。好、啊，这两个要紧报起来呢。啊，等下继续查。啊，即马已经同步啊，组织咧现在。同时，咱即马已经咧个做西部计划，安尼。好，谢谢。即咱差不多30年前吼、哦，差不多30几年前啊，至40年左右啊。即大寮的分子数，大寮分子数，林园分子，大寮分子数，即都是户政，即个有拉皮过啊，即是户政，即是机关用地嘛。结果吼、哦，即拢已经。足陈旧啊，拢足旧啊，都有咧建议啊，包括阮大寮林门区的议员，后咧建议讲，这得规个吼，敲条定做新的，但是户政要刷一堆，得爱找机关用地嘛，得爱找机关用地，哦，找机关用地，比如讲寻找这代表或者旧的嘛，也是地较适当的。咱就爱去找嘛，这就是属于咱检察局加民政局啊来协调啊。这就是新化吼、哦，新化区吼、哦，咱台南新化区吼、哦，这有一个特色，因起个呢，起码起这型吼、哦，嘛是属于绿建筑啦，伊个特色吼、哦，它的特色，下头地方就点无啊，啊后边起个呢，这中开吼、哦。无几千万呢，啊，起甲足水呢。包括咱凤山区的成功所嘛，起了真水。成功所开1700几万，嘛起了真水啊。所以因嘛是用绿建筑哦，安尼迄个特色，足侪人哦，拢有去翕相啊。所以我嘛要请教吼、哦，咱的民政局长吼、哦，咱先找户政嘛，户政先找机关用地。无得个个爱代表会啦，先吹嘛，吹到来时阵，咱卡加咱的大寮分局所，卡来看要安怎，这个警察局来筹备啊嘛。来，你请回答一下。来，民政局长等。好，谢谢议长哈，谢谢副议长。哎，是这样哈，这个户政事务所哈，目前的位置哈，的确它是跟分驻所较近啦哈。啊，但是我的了解就是讲，咱即马伫大寮家吼，没有其他的机关用地。有啊，机关用地有啊，咱的户政。那这个还要再去。咱的地政边啊都有机关用地。那现在因为刚刚副议长又有提到，就是说咱的代表，咱的那个。迄阵吼，目前调解会我知影有调解会有迄、那个
哎，我知。适当啦。但是无适当的情形下，咱寻觅觅寻嘛吼，觅寻看有机关用地，咱大寮吼，大寮区吼，我知影地政的边仔停车场会当算机关用地，迄咪咱做啊。地政、户政、隔壁，哎，足快啊！迄嘛，咱变更为咱的机关用地啊，切一挂安尼，啊，停车嘛方便。迄到时吼，较甘蔗的地政局啦，佮包括咱的交通局，交通局佮伊落去做一道会勘啦，安尼还好，吼、哦，好，请坐。这吼、哦，国企啦，国企吼、哦，讲1005年吼、哦。就要来个完成啊！但是吼、哦，这第一次吼、哦，讲要征收吼，无空征啊。第二次征收吼，搁在忍耐啦。第三次要征收，就拼生死啊！哦，这布条啊，拢写啊足明显呢。第一次要征收的剩三分之一啦，第二次要征收的是三分之一啦。哦，这剥削。他们的权益啦，但是咱讲有讲市价嘛，市价就是咱交通局爱跟咱的交通部高工局来协调，这个市价要安怎来征收嘛？征收的部分卡由地政来出纳钱嘛？来，咱的迄、那个。交通局长，咱的程序是安尼啦吼，往下里啊，举办公听会啦吼，以所有权人吼协议吼协议价办，过来吼，会同所有权人同意吼办理产权登记，还有哦书面通知所有权人陈述的意见呐、啊，伊那袂害那陈。你来陈述啊，来开始较有申请征收。咱交通局长，咱的意思就是讲，咱来徛伫民的利益吼，甲因争取较济，互因无即个声音。来，你回答一下。那局长当然，谢议长，谢副议长哈。副议长对这个是非常关心哈，尤其像那个。口谈跟内坑啊哈，哎对对，口谈我来听啊。哎，这个就已经第三次啊，就是以前包括台八八跟那个过背路哈、啊，那现在在整个在国公局的讨论，他现在是用这个今年1月4号公布的这个土地征收条例啊哈，在这个除了那个土地征收条例可以，他都要户籍又说供哎，先架构然后再往下走。对对。目前是在这个架构的这个阶段，我也知道国公局大概编了170亿的这个。架构的钱呢、啊？哈、哦，那的确是说，但是安尼哦，伊个离谱安尼差成远，所以恁爱绝对吼、哦，因个损失吼，声音要绝对要听落。这是咱交通局去中央争取讲，哦，这拢总要偌济呢？地政局是配合哦补偿的问题尔呢？我知，啊，正个讲，迄个170亿是目前伊个预算内底吼，一个有一个170亿嘛，拢总500几来有一个170亿，那。目前的讲以土地征收条例来看，个按照我们那个整个地价评议委员会的规定来做。哎、啊，如果超过，因为进1月4号的土地征收条例可是用架构嘛哈，所以我希望讲在第一点的时阵哈，可能在架构里面，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地价评议委员会里面的认定等等啊，当然就是不要让这个被征收户本身。这个吃亏太多了，以前是用征收啊，现在是有架构这样。对对啊，所以吼、哦，即卖就是遐人数起来吼、哦，就是讲哦，安怎要控制较大滴？我讲吼、哦、啊，合理的计算吼，都唔免当咩咧吼，那么控制唔控制？主要是伊讲要，讲讲要用市价来征收，那唔只讲哦同意，结果讲的计算拄啊差天啊地。哦，讲诶，写架构诶时阵，差足侪，唔只系八宝条啊。咱国企吼、哦、是跨过林园啦吼，小港、大寮、鸟松、仁武嘛，拢总嘛，23公里外嘛。所以经营下吼、哦，即种诶是咱交通局似乎咱爱做诶工作，就是讲爱争取咱各样市民因经过
的一种土地的权益啊，这是恁爱共同发声的啦。是安尼。这我来努力啊，得讲嘿。唔通讲吼，俺软小小啊，着交通部啊讲好，恁着讲啊，着照那意思。无，也是爱替咱高雄市民发声。伊爱照法规个用市价啊，当然都市价认定，当然那有迄、那个。市价这地价评议委员会，委员会无唔对啊，但是恁要先把这个号查清楚，安尼开好，谢谢啊，谢谢。我咧讲吼，足济吼，咱县的高雄县吼的后生吼是老伯嫂啊，啊老伯嫂吼，煞变成讲吼，也无法度通去贴，啊也无法度通去证，无法度通去讲吼。规个甲征收门，迄、那个门面，因为这个围炉啊吼，你搁甲征收这个拉皮落吼，也无啥物效果。这就是王宏国小，大寮区的王宏国小。咱市长吼，顶年有去啊，结果吼，也这拢围炉啊，这校舍拢围炉啊。市长有去遐看过吼，讲也无遮拢甲。卡卡的做绿地，因为这样起网啊嘛，大人的时阵吼，迄网啊插迄一大堆啦，啊内底拢卡，拢闲置消失啊，拢已经歪咯，拢无人咧住，所以吼、哦，咱教育局讲起讲要拆一半，我讲阿头咧拆一半，教室讲要为只民国61年到73年，这个教室吼、哦、要先拆一半。A B C D E 嘛吼，来，讲要拆呢啊，拆呢，啊，才77年的哦，才77年，才78年，拆呢，拆一半。我讲哦，要拆就爱总拆，好感觉贵个，安绿地好看。这拢已经哦，拢叫人翕相啊，这拢刚已经裸露出去外口啊。啊，这都无人啊，蚊啊，生啊一大堆哦，贵个整体吼、哦。甲用好势，尤其是这个大门搁伫遮，大门呢，阮王国秀遮个大门，遮是拢围路伫遮呢。要入去爱为侧门入去呢，侧门这种新的民国88年起的嘛，也无得为这边的侧门啊。大门伫遮，结果无法度啊行，所以吼、哦，我请教教育局长哦，你简单回答一下，简单回答一下得。啊，局长，请当了。啊，感谢局长，真啊，蔡议员哦。那翁源国小，等下原安尼讲起的这个部分哦，要安来处理呢？才牵涉到迄、那个是不是当拆除这个规定哦？啊，那只要讲对这个学校无帮助，有评鉴委员会 有评鉴委员会评鉴，讲这是违路的经营下，就是当拆，唔是违路的，当然这老伯嫂袂当抵触法令，叫恁拆嘛。那这是有初评啦齁，初评无下到迄个安全的要求，叫做详评。啊，详评了齁，教育部会补强的这个经费齁，啊那需要啊就直接给补强。当然这个若要拆除，是不是到迄个年高，当然只有这个法令的规定。这都已经是啦，需要这个部分的一个专家，就是针对这个王恒这个好些这个问题呢，来做一个检讨吼，啊来看边啊处理吼、哦。谢谢。坑的也是坑的，啊这拢闲置教室啊，这拢无效啊，这拢空，迄、那个等于空厝地啊。是因为当初王冠咧起的时候，确实吼有迄、那个，较早起的时候有迄个老，然后后来又新盖这個老伯少的问题。对对对。啊，当然这个要安来处理，确实吼王冠做者这个学校拢有这个问题，可能爱做者整体这个评估。当然囡仔的安全是第一个考虑啦。艺术工30年的古老社啦，30年的古老社在当拆，这个这个超过30年，你唔知会想讲要拆这边？啊 ，A 栋的部分啦、啊、，A 栋61年起的，在40栋。我知你要拆这边嘛，啊这边这个侧门啦、啊，这个侧门就嘛无效。啊！你要拆着规个家，咱总共拆安尼无开迄落去。啊，看要用围炉的迄落去来处理嘛？咱有一个鉴定的啊，吼、哦。附近有在用，嘿。好，请坐。这光明路吼，阮大了光明路嘛是主要干道，经过小港啦，啊，咱的大寮区啦、交清区啦，吼、哦，啊，探过咱的定清湖。中坑遐，啊！这主要干道吼，即马咱的永康厝
啊，拢规个路吼，拢铺甲好势甲，拢真平啊。啊，一寡无平吼，佮陆陆续续佮要空啦，我知影。但是吼、哦，伊这路顶吼足暗的啊，路顶吼不时咧发生车祸啊。顶头礼拜，顶头礼拜头一礼拜前又佮发生啊，伤过暗。啊，有时啊路况吼，有人驶来遮路况，伊也无了解。啊你啊骑乌托邦安尼，比如讲为只安骑过吼，暗暝山了，咱车咧驶吼，足容易发生车祸。啊，我有甲咱的永康处吼，咱的赵处长讲吼，即爱加加挂这种的灯吼爱换，因为这种的是类似吼 L， 嘛不是 LED 灯啦、啊，这种的用省电灯泡，省电灯泡，我省电灯泡。佮减袂光，佮减较少的这个范围啊，所以吼、哦，这已经年过，已经超过冬外以后吼，即我咧想吼、哦，验收过，拢验收过啊，但是咱唔是要叫你换迄个灯座呢，咱是要叫你换电的破啊得，来迄、那个干部局决定你杨局长。哎，公局长等下。谢谢议长啊，甲副局长报告啊，这段副局长足关心的啦吼，所以我那现场咱拢去看过吼。啊，现场就像副议长所说的，应该是80瓦左右而已啦，哈。对啦，八十瓦。哦，你嘛知影。哎，八十瓦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大概这个月的现在15，大概18开始，都会去进行这一个更换，大概要更换420盏，从80瓦的 LED 把它更换成为400瓦。省电灯泡不是 LED 灯，是省电灯泡，给它换照光一点呐、啊。对啦、啊，这样就对了啦。那家己附近的报告就讲，一管一月伊的流明数大概在6000瓦呢。那从那换一盏吼，高压那400瓦，大概它的流明数可以到达44000，都大概7%左右的亮度啦。亮度啊，啊包括伊的布光角哦，伊的布光角拢会较宽哦。哦，这搁一件啦，搁一件来搁看一下。哦，好。这是咱的国企的边啊样尔啦，国企的边啊，但是无经过啦。这是科潭的保，科潭里的保护宫，这条路吼、哦，就是探去大边顶，探起哩吼，拢都刷石啊咧晒吼，当年来吼、哦，都搞甲这个、路况啊，搞甲规个迷毛毛。这就是人讲高。68的款包高考坛里保护宫，这那会看几啊抓？但是吼、哦，顶年也有订正咱的市府啦，啊，阮也有做一个书面的接受的答询哦。结果吼、哦，讲要来做，嘛拢无来空啦。这空车无偌济钱呢，空车了开差不多，这路面哦，开几百万啊，应该就 OK 啊。所以吼、哦，这特别哦，因你来吼，拢有咧惊即抓，就探过大皮顶诶。所以吼、哦，你也看看官客客吼，非常危险。你简单答复一下都。是啊，谢谢议长吼，甲副局长报告，即、這个路面的用户，咱市长也足重视诶、啊哦，尤其对咱大寮区吼，啊，我那有足侪摆指示，所以咱永康处已经筹出一些预算。啊，即马就甲副局长报告讲，这一个在县市合并以后，因为咱即马高雄关啊的。道路管理自治条例还在适用、哦、那么它是市区道路，所以是咱大寮区公所的维护啊，但是不要紧，大寮区公所的经费较无哦，较无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筹措经费，大概在八月。跟咱区公所，跟咱这个大寮区做这条来后边，遐一寡产业道路都无通走。是啊，所以我们大概在八月啦，哈、哦。八月会进行刨铺，咱花钱哦，花在那个刀口上啊，不是哦，啊这个话无做的，苦苦干嘛做？像咱的，阮的建议款，那话叫阮去娘的，那涂骹平，我看点啊价格无介歹，我就甲讲，这后抓较去做，先做人个较歹，先做人个较歹，好，请坐。谢谢。这抓吼、哦，干水利局去会勘啊，爱会勘了吼、哦。就是插这个桥墩啊，这个桥墩，这三两里，这回霞里，这英雄里啊，这拢这这三两里吼、哦，是一个便桥安尼过，安尼过到到回霞里啊，啊，这个英雄里，这立新路嘛，这红林路，
所以哦，这条桥拢总盖久吼，我征收，哎，那咱持有的地啦，我征收一寡农地吼，拢总爱开600多万了。顶年的时阵就未砍啊，但是顶年哦，咧做这条山顶沟的桥，山顶沟啊，所以哦，这个桥墩哦，我相信哦，市长哦，啊，足注重这个便利啦，这个便利桥哦，会当谈话，比如阮台北底。毛古老雕桥，吼、哦，会当安尼，唔免阁设一阵，唔免安尼吼，弯度设，设到南安尼嘛无方便啦。阁包括咱的一个油厂，迄嘛是市长，吼、哦，伊雕桥嘛市长做。阁喇叭底拄啊嘛是拄啊拍通尔，啊，迄桥拢足大条呢。啊，咱这是咱讲实在，这头8米的桥尔，8米的桥，会桥宽啦，差不多安尼尔。准我做10米嘛，无要紧。但是吼、哦，伊这差不多会当便利整个他们的便捷啦。我简单叫咱的水利局长、水利局长阿博士来。这桥墩应该是恁维修的款，但是干务的对，这干务的经费，干务的经费，公务局长。长哈，谢谢院长。因为水利局长伫我边啊吼，啊，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较无了解，但是直接甲副局长报告啦吼。有有看过啊？因为这条街是属于咱都市计划农业区啦，对，农业区嘛吼。啊，所以啊，原来是属于中卫区，原来是属于中卫区。对。所以按照目前咱的分工，咱地政局遐原来知影啦吼。地政局也知的。所以大概说，就我所知影是讲，啊，桥梁长度大概是到了15米啦，啊，宽度差不多6米啦，啊，这个部分。已经有请咱的大寮区公所吼，甲区公所无钱啊，我讲话不了，要提报计划，啊，甲咱地政局来申请经费吼，大概咱的决议是安尼。你啊，拍通来吼，哎，敢那效益价，哎，就会差足些，人啊，要哦，要上班啊方便，要用啊，因为这有签证的嘛。是啊。所以我来请咱大寮区公所赶紧提报计划。这都签证大条路啊，这有签证啊，这有签证，安尼多贵啊，多好啊，很便捷啊，唔免写一年，这拿出来嘛，该写一年，写完再出来。副局长，市长讲要答复了哈。好，来，市长答复。多谢局长。我想有关三两里甲火车里这个问题吼，啊，我想这是中卫区，啊，中卫区我责成整个地震局、地震局。相关的经费，因为这个把这个桥啊做好，啊对咱未来接续的中卫重化，啊我是感觉那是真正面。对。啊对咱啊，所以讲这个部分，那我会要求大寮区公所把这个到底经费爱偌济，啊然后我们大寮区公所，我会请区长啊加咱地政局长参详，啊这个部分啊我马上较急。把这个经费出来，那我全力支持，今天把这个桥来做好。谢谢，市长，谢谢。今天的总结包括劳安哦，林检处立活动中心主机场的都跟当时也好，闲置空间这教室的部分，佮包括咱的民政局的向户政哦，国旗征收，佮顶的建设。啊，搁一件吼，就是咱的市花啊，咱市花吼，我会记得咱高雄市吼，较早是木棉花，啊，咱的高雄关吼是啥物花？叫做朱槿啊，朱槿，这是高雄关的管花啊，合并了，咱的市花啥物花？这无嘛无人知啊。过来，这嘛爱请教观光局长啦。观光局长吼、哦，有时啊嘛爱想看这 idea。咱的哦，比如讲咱啊一挂绿地啦，较挖伫咱的哦，赖伫咱高雄市，咱嘛有一个市花啊，代表咱高雄市啊。像阮市花就有一个麦区，代表阮市花麦区啊。出去就看迄个麦区，就知影讲恁高雄市花来啊，安尼。啊，咱的市旗啊，嘛无啊。咱合并了市旗嘛无啊，这嘛就是啦，真诶啦。但是这嘛是爱经过爱设计吼，啊恁叫人诶专家吼、哦、来评估讲咱诶市旗
吼、哦，要运动选手要去比赛，吼、哦，代表咱高雄市的比赛，咱嘛要有旗旗啊。比如讲，阮高雄县市会，阮也是阮有阮的吼，诶、哦，会旗啊，市会会旗啊，甘咪人拍乒乓啦，是迄落个，我嘛有阮的旗啊。所以吼、哦，这当我来吼、哦，爱做一个吼、哦，讲有咱的。有咱的旗徽啦，啊旗旗啦，吼、哦、以上啊，大家吼、哦、简单吼、哦、报告啦。啊，感谢吼、哦、咱旗徽团队吼，咱单局旗徽团队吼，这尼啊努力吼、哦，用心啦，算讲同话吼啊有咧做，但是做无够的时间爱互人无紧，时间吼啊，但爱共答应讲吼，唔忙敷衍的啦，唔忙敷衍的都。时间给咱，啊，咱逐年逐年来做，逐年来做。未来愈临近的，我伫接伫高雄市的，才会豆豆发展起来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啦，哦。来，我个一件，啊，这吼、哦，嗯，嗯，怎么写啊？即咱较早吼，原的高雄县吼，有一挂文化册啦，但是顶年拢画拢有班，哦，简单看一下，即拢有班啦，画有班的啊，画无班的啦，画有班啊，画无班哦。即算讲未来的迄种互区公所，因咧规划讲，因的一区一特色的啦，一区要叫开无介济钱啊，都有足济吼，像即旗山的香蕉文化，你也看遐济人，哦。咱县的高雄县吼，高雄镇的特色文化吼、哦，伫咱较早吼，就拢有口碑啊。啊，这日也足济人，尤其是大约观光客吼，拢来自高雄市的市中心，无去郊外。啊，所以吼、哦，咱也有一挂特色吼、哦、合并了吼、哦，咱一挂特色都在办，买当结合吼、哦，结合入客会当去吼，会、哦、当去推动啊，吼、哦，会当去推动。哦，咱的沙巴旗啦，也是咱的乌鱼子啊，哦，家庭乌鱼子啊，所以吼、哦、合并了吼、哦，这吼、哦、拢有班啦、啊，十四个啦，十四个，这拢有班哦。来，消失的部分啦、啊、吼，的活动，都包括咱的大虾，这一种蚵啊三，吼、哦，咱的迄种三宝啊，这都无班啊，啊个燕巢迄落个啊，这拢加顶顶。哦，这种已经消失活动了。咱是希望讲吼，甲咱县的高雄县吼，就是讲也有继续这个文化的吼，咱继续甲留的。唔好吼，迄开无偌济钱吼，啊总无甲办，总以及甲这个县的高雄县的文化吼，都无去啊。所以吼、哦，这第四点啦吼，这第四点就是讲县的特色会当纳入入客行程啊。互人有一挂吼、哦，买一挂乌面，买一挂特色啊，啊无吼、哦，较行就行咱的市中心，啊受益不到我们整个吼、哦、沿高雄县，对不对啦，局长？这是吼、哦，这是咱爱推动的啊、嗯。我相信局长对这個观光啊非常的重视啊。啊，咱是讲咱县的高雄县哦，煞无入客啦。咱讲实在，顶前我嘛冇入客去啊，拢无啊。啊！你啊建议讲丁青湖特地推、特地推荐的所在啊，啊！你那观光局长就唔知有咧听无啊？啊！所以这得必须因的爱有些爱地哦，爱有自然团出来规划啊，爱规划啊，哦！啊！希望哦，咱这个迄种一落去拢爱重视啦，啊！有自然团来咧做这吼、個、来规划，讲吼会当。一区啦，不是一乡，一区一特色，甲吼、哦、像阮红豆啊，嘛拢有啦。啊，咱的轻轨吼，咱的轻轨吼是拢做伫环转的，做伫市中心。但是这未来吼、哦，未来就是爱规划后边大环转啦，大的环转啦。吼、哦，以上吼、哦、啊，今仔日的结束哦。好、哦、啊，台湾中要五分钟，一定。我即阵到遮啦哈，谢谢啊。你们都可以答复者。啊，市长要答复哈，谢谢。多谢议长吼，第一拄则咱
蔡副议长特别关心讲，咱原来的高雄县一挂地方特色，包括真济真好、真好食的水果，啊，拢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我甲蔡副议长讲，这个特色，咱不但搁维持，搁增加也丰富。讲亲像讲内蒙的宋江镇，我们这个啊，过来你讲燕巢巴拉，吼，啊，过来这两天啊。哦，咱的规个大树的荔枝节，袂啦，啊，都不得，我即摆甲蔡副议长解释，就讲无去，啊，佮咱佮增加也丰富，加上他一些文化历史，啊，互伊即个地方特色的活动，互人有更多的可看性。好，哦，好，谢谢。好，谢谢，请听，谢谢。来，谢谢啊，张汉忠议员哦，你时间要我五千。我知道，林总，谢谢。啊，大会主席哈，我们陈吉市长，我们副市长，以及咱企务作为团队，咱的局市长，啊，咱议员同仁，记者先生，啊，咱的电视机头前关心的，咱的啊，咱的市民，大家好哈。直接啊，拍摄哈，我来借用几分钟啊，顶处啊，都无去提起到的哈、啊。我再次来去，麻烦借这时间过来去提起一下哈、啊。我一直要。啊，在于阮凤山有一个观光景点吼，我一直伫提起的是讲，凤山要爱有一个观光景点，但是咱若有来规划，就可能速成啊。啊，你若无规划，有可能就是原地踏步吼。我伫要讲的讲，啊，咱的凤山三民路，我一直期待一个凤山三民路。啊，咱的相关单位哈、啊，咱的政法局也好，啊，咱的公务局也好，包括啊，咱相关单位的。要安怎来去规划一个啊台湾一凤山一日游的景点？啊，要安怎来去规划一个啊，找一个很好适当的停车场，啊，找一个很适当的停车场，让整个游览车，啊，这个游览车会当来去一个所在啊，坑下了，啊，这个、景点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有两个钟头，还是三个钟头，还是一个钟头？啊，就是凤山有一个景点。啊，这个、景点啊，要那规划啊，过来是讲要那让接驳车啊，过来三民路啊，要来去龙山寺拜拜，要来妈祖庙拜拜，啊，要来三民路，要那来迎接来去跟咱的住户来去互动，来协商，来整个道路当中来让一个我们凤山一个观光景点来吃啊，咱凤山的一挂名产，啊，要一挂凤山的伴手礼，哦，让整个台湾。会当来带动到凤山一个观光景点啊，这是我一直啊在关议会当中，我就一直提起啊，拜托啊，咱的陈吉市长，包括咱相关单位啊，会当来促成我们凤山这个啊非常好、非常适当的景点来去啊来去规划啊。当然呢啊，一个地方要发展呢啊，这呐来去做的规划，我相信啊未来咱的管区合并了嘞。凤山有一个最好的景点，我相信啊，咱大哥熊市东以及利多哈、哦，我伫遮啊，简单阿哥啊，借问几分钟的时间来进入，再次来提起我们市府团队，包括咱的陈吉市长，是不是有用点心来去协助我这个提案呐、啊？哈、哦，提一个看法哈、哦、啊，请市长，你是不是有这种的有很好的看法？就简单啊，答复一下就好，谢谢。来，市长到。多谢议长吼，张议员，你拄只讲，凤山有足侪景点，凤山市政府吼，除了魏武营大东文化园区，啊，即摆过来大东文化对面，我们有十公顷迄个公园的景点，啊，个二八公园，啊，个凤山，我们最近整个地震级有一连串重化，这吼、哦，这差不多两冬内底。规个凤山拢街头画面，市长啊，所以讲你即摆讲你即个景点，吼、哦，当然我我私下才请教张议员，你到底讲你是期待安怎？吼、哦、啊，咱凤山的小吃真有名，啊，过来讲停车场的部分，吼、哦、啊，这个部分我若停车场的用地只要还未开发，啊，这我拢会请交通局来处理，吼、哦、啊，所以讲我再过请教张议员，你的期待大概你的构想是安怎？啊，我想，我呢真重视你的意见。啊，凤山，我会使甲张议员讲，
县市合并了，凤山是跟高雄原来高雄市联作会。那现在大概我们凤山的市民朋友一定会感受到咱凤山其实整个慢慢的景观各方面的条件、哦、一定都是在大幅度的进步中、哦啊、当然我们整个凤山街的整顿、哦啊、这我们都是在处理中，那差不多要两年三年才会好、哦啊、这都是在处理中。我大概简单跟张演报告。谢谢市长，我的故乡是大自然，请坐、啊、市长请坐、哦、我简单的故乡来说，因为我们凤山的小吃非常多啊，就让人家来去去咱的三民路用行的，啊去找很多伴手礼，啊咧食米苔目啊，啊要食什么大肠也好，要食烟钱，大行拢有。啊，和凤山一个这个整个街道，像那个老老雅齐啊安尼，是不是也当来代替这个？哦，我的故乡是朝这个方向。特色小吃街了哈，全部是安尼了哈。这个美食街，迄个故乡啊，谢谢啊。好了。